为什么有漏乐必定会变坏呢？其实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答案。我刚才说了，什么是坏果啊？就是贪欲心在满足的时候就是一种坏果。它满足到一定的时候，它就达到一个极限了，它不可能永远满足下去。它这个贪求心是有一个极限的，本来就是有个量的，达到了这个量以后就没有了，这个坏果就变坏了。就像你是吃三碗饭的，你吃到三碗饭就没有乐受了，你再吃就是撑了，就是痛苦了。有些人可以吃八碗饭，他吃三碗饭还是很饿，他吃第四碗饭还是快乐。这个贪求心它有个量，达到一个量，这个满足的感觉是越来越少的，所以说必定会变坏，是不是啊？当他过了那个期以后，当他下一期的欲望来的时候，比上一期的那个欲望又更高一点，他那个贪求心更高，所以他那个所谓的满足呢，快感更大。但是他最后呢，坏苦变坏了以后呢，他又更苦，啊，他那个痛苦就会越深。